好，我哋练第一节动功，前起则捧气。指掌慢慢向前伸出，一路直推去到天地交合处，与肩等高。两掌由下边慢慢分开，尾指、无名指、中指分开，留翻食指同拇指黐住。好，立掌留翻个三角形喺正额头嘅正前方，然后两掌慢慢分开，与肩等宽等高。好，我哋做推油拉气，含掌合指，以肩膊带动。收到命门，坐腕打开神门穴，推到蓝天虚空，含掌合指，收到命门。坐腕打开神门穴，推到蓝天虚空，含掌合指，收到命门。坐腕打开神门穴，推到蓝天虚空，平拉气，开到蓝天虚空，将气收到命门。天虚空，諗命门，諗天虚空，諗命门。好，两手摸住天边，两臂外分外展，慢慢将啲气拉到身体嘅两侧，成一字撑住。我哋做推油拉气，含掌合指，肩膊带动，收到命门，坐腕打开神门穴，推到蓝天虚空，含掌合指，肩膊带动，諗命门，坐腕打开神门穴，蓝天虚空，含掌合指，肩膊带动，諗命门，坐腕打开神门穴，蓝天虚空，上下拉气，起直上蓝天虚空，落諗命门，起蓝天虚空，落
諗命門，起藍天虛空，落諗命門，鬆腕轉掌，兩掌向地心一擁，然後翻掌心向上，摸住天邊，捧氣上升，放鬆肩膊，打開全身，沿住天邊慢慢向上捧氣，將整個藍天虛空的氣捧起上來，直上頭頂上方，好高好遠的頭頂上方，再在頭頂上方一擁，將天的氣一擁，傾瀉而下，由上而下貫穿全身，同時給自己加個好的意念，就是氣血暢通，疾病消除，身體健康正常，健康正常。好，帶動藍天虛空的氣由上而下向全身灌氣，手踭手臂慢慢帶動，由上而下貫穿全身，直落地心，指掌慢慢而下繞過頭面，經過胸部，再慢慢落到腹部肚臍，中指點按諗命門，向下丹田灌氣，下丹田氣充足充足充足，兩手沿大脈慢慢向後導引，大脈暢通，大脈暢通，一路導引去到腰部命門，中指點按諗肚臍，再一次向下丹田灌氣，下丹田氣充足充足充足，兩手慢慢向下導引，拇指虎口打開，貼住臀部，慢慢向下導引，經過大腿的後側、小腿的後側，繞個腳踭，兩腿的側面，然後兩掌敷於腳面，我們做下按拉氣，個頭垂低，重心移前下按諗地下虛空，而後上提諗命門，移前下按諗地下虛空，而後上提諗命門，移前下按諗地下虛空，而後上提諗命門，固定好身體，拔地氣，兩手順勢在地心一擁，擁住團氣，灌入腿的內側，打開涌泉，帶動地氣穿透骨髓，導引向上，經過小腿的內側、大腿的內側，一路上到小腹，再去到腹部肚臍，中指點按諗命門，再一次向下丹田灌氣，下丹田氣充足充足充足，兩手還原體質，全身放鬆，全身放鬆。